牛骨髓来了，今天吃辣酱牛骨髓，看看啊、哦，真的啊、哦，不是假的。这个糊残了，掉出来了。嗯，然后哦，这块不是了，那这也太少了，多了上头吃不完，少了不够吃。你们要的牛骨髓来了啊！哎，哟呵。这是牛油大果冻，这拿表了，妈吸不出来了。就倒着抠，这个想第一口吃面吃，这个肯定得嗷嗷上头。嗯，我是鸡蛋糕啊。这金木瓜怪好吃的，大田螺来了。老铁说这个里边都是寄生虫。吓得我都不敢吃了。下边这个是黄是啥？麻辣口味的，
这个里边是那个小籽儿。拉丝大肠，这是我自己做的，有油的。齁齁齁的，哎呦，红油冒茄子串串，今天蘸的是固德拉克的香菇酱。这个里边一咬一包浆。你们知道这个冒姐的串是什么？真的好好吃。再来一块大鸭血，爆浆鸡腿卷来喽。
它把这个鸡皮焦焦脆脆呀、啊。嗯。哇。这层小鸡皮里边没有那么多肥油，然后烤出来都焦香。我得给我家毛孩留一个，把他留着胖点。这个玩意儿绝对是你馋了想吃肉的时候来上一根特满足。嗯。